假设这个技术如此之重要的话，接下来十年啊，您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因为有了自动驾驶会变成什么样？接下来的十年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商业化落地啊，和这个推广啊，产生规模化的商业啊应用的十年啊。那么接下来十年呢，就是我们觉得未来会什么样？你会看到这个。就首先公共汽车这件事呢，我觉得会出现，就公共汽车会变小。现在这个一个公共汽车，大家知道，大家虽然鼓励用公共交通出行，但是公共汽车出行的体验并不好。OK， 首先很挤，有的人在坐着，有的人站着，或者有的时候空，你要等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才来，但又有的时候很空。那么我们觉得，像维远之行所做这个无人驾驶小巴车是非常好的，就是大家可以实际上是按需的来调动这个公交车啊。然后呢，它其实是说可能未来城市里面就装了自动的传送带，什么样的自动传送带，就跟你在机场上看到自动传送带，这种自动传送带其实就是自动驾驶车，人上去以后直接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你从 A 点到 B 点，很多时候公共交通就是这样。那么自动驾驶出租车呢，满足你更加紧迫、更加个人定制性的出行需求啊，你也不愿意跟人共享空间，你就想一个人在一个这个私密的空间里面呢，自动驾驶出租车会给你提供更高端的服务。而这些如果没有自动驾驶的话，都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啊。现在其实我们可以降低成本，不需要人力了。那么整个街道呢，未来十年你会看到街道可能是自动驾驶环卫车在清扫啊，那么物流呢也是。你的包裹都是自动驾驶车来给你送来的包裹，这个是我们对未来十年的一个远景。